用晒而又系微信、支付宝或者 Tap and Go 呢三个电子支付平台嘅消费券用户就要快啲用晒啦！皆因八月一号获发消费券嘅你哋喺呢三个平台嘅消费券有效期限只系去到12月31号，即系听日啊！31号都仲未用晒，剩翻嘅钱就会自动消失噶啦！